主料：面条400克，猪瘦肉50克，茄子200克，咸面酱150克。辅料：油、大葱、酱油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猪瘦肉、茄子和大葱分别切丁，锅中倒油，下葱花爆香，下猪肉丁翻炒，炒至肉丁变色，下入茄子丁，煸炒至茄子丁变软，水分散出，加少许酱油，加入咸面酱，加小半碗水，熬煮至酱汁变浓后关火，面条下锅煮熟，过凉水，冲两遍，黄瓜切丝，面条盛入碗中，加入黄瓜丝，最上面浇上茄子肉丁酱即可。烹饪技巧：茄子肉丁酱最好现炸现吃，这样才能保持茄子的鲜嫩口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